好，我们要看，就是因为听说外面有歌迷唱，然后我们看就是歌迷会不会认出。你们俩先走，这个是那个工作人员标牌，要一声出来。好，大家拿相机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拿相机，然后我们看会不会被就是发现。假告人，你们是假告人，那歌迷会认出来。你眼瞎眼，你头低低啊，你眼瞎眼，跟他挥手，跟他挥手。那他到底有没有成功啦？我们现在来到 Makeup 总部，就职第一天。有人宇宙的有趣新加坡场 ，Let's go！ 我在模仿 US。新加坡来了，喝水喽，喝水，喝水喽，喝水，洗脸喝水啊！在这边看演唱会，对，好多人在这里看演唱会。哎，你看，够了，怎么会在这里 ？Selby， 我要签名，我有哎，这个你有吗？你也有，怎么这么刚好有笔呢？想签的时候，身为一个乐团主唱，随身携带签名笔是很正常的。想给我们签名吗？在路上，我们晚上会在那家餐厅站。因为小米他肚子饿，我要去包肉。哎，他们是放蟹肉，我新加坡放蟹肉。哎，先生，你要不要吃我做的那个润饼？哦，这个比较成功哦。满分十分，给几分？100分。哦哟 ，Peace， 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加坡，明天见。